吃之前，在跨界歌王中是认真搞笑，绝不含糊，让人笑到人仰马翻。不去当段子手实在是太可惜。薛之谦在跨界歌王中和刘恺威合作，两人合作方圆几里，在现场有一段与粤语版的，现场看到薛之谦真的是在很努力在唱这段粤语版，但是台上的嘉宾在薛之谦刚开嗓就已经笑成了一片，嘉宾还说到你唱的这是泰语吧，在唱打呼吸两个字时，刘恺威还在提醒薛之谦发音，在台上你可以看到薛之谦是在很努力在唱，但是你就是和想笑，薛之谦就是被唱歌耽误的段子手。再过了一会，嘉宾要求薛之谦来唱一段上海话的方圆几里，上海话的方圆几里，薛之谦说这个很难，但是开嗓唱出来的方圆几里估计连老上海都听不懂吧，视频很有趣，看一次笑一次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看这个视频，你会发现薛之谦成功的愉悦了大家。在很多综艺节目上，有很多明星是在认真玩游戏，但是中途总是状况百出，让人看完捧腹大笑。在快乐大本营上，徐魏洲很认真的在玩摔跤的游戏，先是选了一双受力面积很大的拖鞋，然后还有助跑的动作，但是在短短的助跑当中，徐魏洲还是出了一点小状况，滑了一下，然后开始再跑的时候有力了一下，再开始真正游戏的时候，大大长腿开始一伸，结果只有1米4，谢娜还在调侃徐魏洲，你还是回去好好锻炼一下。维嘉说上海滑稽戏团徐魏洲，可是徐魏洲在节目中真的死很努力在玩游戏，就是差强人意，还顺带娱乐大家。在武林大会上，吴昕全新造型东北赫本造型引来大家的欢呼，吴昕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是昔日儿童舞蹈。主持人金星说黄霄和吴昕很会编舞，两人舞蹈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，综艺性特别强，好玩好看。